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 2月15日 OpenAI 发布了第一款文生视频模型 Solo， 输入寥寥数语便能生成效果炸裂的60秒视频。 Solo 的现身可谓是石破天惊，现在所有人开始怀疑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那么 Solo 的惊艳之处在哪？对行业有何影响？我们普通人还有机会吗？今天 Tiger 和你一起浅谈一下这个目前最火的话题。OpenAI 自称 Solo 是世界模拟器，人们惊呼真实世界不再存在。马斯克直言人类认赌服输。前阿里 VP 贾扬青评价 Solo 真的非常牛。英伟达高级研究科学家兼人工智慧代理负责人 Jim Fay 认为 Solo 代表了文本生成视频的 GPT-30 可。那么 Solo 到底是什么？相比同类产品如 Runway 和 Pika 强在哪？Solo 生成的多条短视频大片在全网刷屏，场景逼真丝滑，细节丰富，一起来感受一下 Solo 的创作实力。 OpenAI 官网发布的 Solo 生成视频图像显示，一辆 SUV 行驶在盘山公路上。 Solo 还能够根据静态图像生成视频，扩展向视频或填充缺失的帧。 OpenAI 说 Solo 能深刻地理解语言，不仅理解用户文本提示，还理解所述事物在物理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我们正在教授人工智能理解和模拟运动中的物理世界，目标是训练模型帮助人们解决需要与现实世界交互的问题。看了 Solo， 你有什么最深切的感受？ Tiger 在卢兰恩变后突然感到有点毛骨悚然，与 Runway Pika 那些竞品帕金森风格的视频相比，这些视频里的物理结构也太稳定真实了。目前市面上文生视频模型的主流技术路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技术路线，即从文本及图像中生成；另一种则是基于扩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 如 Runway。 Solo 牛就牛在是融合了两者的 Diffusion Transformer 模型，通过扩散模型和转换器架构组合， Solo 不用预测序列中的下一个文本，而是预测序列中的下一个 pitch。这意味着 Solo 是基于 Patch 而非整个视频进行训练的，有点类似 ChatGPT 用 Token 处理文本一样处理视频，因此 Solo 可以高效处理更多的数据，输出品质也会更高。事实上 Solo 公布的演示视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逼真的类比物理世界，视频效果吊打市面上同类产品如 Runway 和 Pika。您看看下面这段无人机穿越大豆兽场遗迹的视频，所有的建筑物几何结构全程没有扭曲，没有变形，没有坍塌。再看看这段咖啡杯里的海盗船视频，多么流畅自然的流体运动，一点也看不出跟我们熟悉的物理规律不符之处。做过计算机图形学的都知道，水、雾、风这些非钢体的运动画面模拟，那是多么困难的任务。这说明了什么？ Solo 绝不是在二维框里做建模把像素生成出来了事，它一定是通过大模型对世界和物体的三维形态运动规律有了统计意义上的理解，并且具备了不错的泛化能力，然后将它再投射回二维平面中得到一段视频的。这就是 Tiger 理解的世界模型。当然这里的投射是通过大模型的推理而非传统的 CG 渲染，也就是说 Solo 脑子里的世界是三维的、立体的、运动的，而平面的是平框，其实限制了它的表达力。不信您看看下面这段 demo， 同一个场景生成了五段多机位下的视频，您说说 Solo 背后对世界的理解能是一个框一个框分别往里填的吗？或许你要说你扯这些有什么用，我管 Solo 背后咋看世界的，反正最后不还是生成一段视频吗？这么想格局真的小了。既然他脑子里的世界是立体的，那就存在对现有的影视形态降维打击的可能。世界模型有什么用？对视频有什么影响？这得从前些日子的另一个热点产品说起，苹果的 Vision Pro。 这东西酷倒是挺酷，但是目前很难普及，因为 VR 世界对内容的巨大渴求靠传统的 3D 内容生产方式根本就满足不了。
有没有高科技一点的方法呢？看过超级碗的朋友应该知道，人家转播时有个全视角回放，简单来说就是在比赛场地360度无死角安一堆高清摄像头，再基于结合拼接重建 3D 视频。那么现在有了 Solar， 情况有什么根本变化呢？再也不用架那么多摄像机，无死角的捕捉图像用于拼接了。从演示来看，大模型见过的东西太多，已经有了类似于人类的泛化能力。咱们看到金字塔的正面背面是啥样大概也能猜出来，大模型对各种概念物体的形态和细节的把握也接近这个程度了。那您想想，将来 3D 内容的生产是不是只要几张照片一两个摄像头交给世界模型自个脑补就搞定了？如此一来 3D 内容的爆发也就不远了。您说这玩意有没有用？所以说，如果您还认为 Solar 只是高效生成视频的工具，那么只能说格局小了。视频本来就是 Solar 世界模型的副产品，未来算力更强大，模型更完善，它可以真正实现低成本高还原度的提供三维内容，这才是颠覆性的新场景。所以在 3D 内容的生成成本被大模型拉下来以后，真正应该瑟瑟发抖的正是现在如火如荼的视频行业。AI 这么牛逼了，我们还有出路吗？ Solar 的出现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现在只要给一段文字描述或几张图片就可以自动生成一条视频素材。但是目前来看，要在商业领域大规模应用还要有点最后一公里的工具，这是因为大模型还不能很好的建模因果性和逻辑性较强的场景。比如这个女子走在大街上的视频，可以看到她身后的广告牌和店铺招牌都是鬼符，而第二个视频里杯子打碎的情况明显违反物理规律，因此使用中必须要有一个视频修改和元素替换的 AI 工具，解决品牌形象植入、文字和形象替换等问题，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素材。当然这工具很快就会有的，不过泰戈真心觉得大家没必要追着 AI 工具走，因为 AI 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这些工具的使用门槛，随着他们不断迭代，你学的那些使用技巧很快就不需要了。大家更应该培养与 AI 垂直的能力，比如您是视频相关从业者，那么您需要培养的是还是剧本创作、场景规划这些策略性的能力。工具发展的越快，这些能力就越宝贵。当然当下最重要的大策略还是如何理解和把握 AI 带来的趋势性机会。在信息时代，信息传播载体经历了由文字到图像到视频变迁过程，当 Solar 这样跨时代的产品出现的时候，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载体也必将会拉开由二维内容向三维内容升级的序幕，以此为契机在其中寻找工具、平台和内容的新机会。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什么不可能。那么问题来了，屏幕前的你对 Solar 是怎么理解的呢？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